Thank you, team。男主角啊，主人公不是叫提姆吗？他是个平凡的人，还是他会死掉？哪里平凡？不会死掉嘞！超不平凡！他就这样写啊，他是个平凡的人。他根本就骗人。他是一个拥有时间跳转能力的平凡人。哇，好我们好宅哦，真的很宅，哇好恶。好，那我们不要再讲这个游戏了，真的就是搞得好像很宅一样。所以下一张是写星海，是不是？下一张我们就打算写星海跟那个抱抱王的，就是 OK， 综合版的王彩华的歌。何必？下一张全部戴了大头佛，后面戴大头佛，然后不是拿好了，这样好像是接的，然后我们最后大概预计是十月会。入伍这样，就差不多九月十月那边，就是九个乐团要入伍了。对对对，对，那我要哭，我好想戴这个眼镜。要入伍了，然后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就九个乐团就会，就是稍稍的这个休息一年这样，一年个半载这样。对，那希望这个时候呢，这一年呢，你们的笔记本虽然用不太到了，不要删掉，不要删掉就好了。希望对在退伍之后呢，还是有很多朋友会陪我们继续走下去，陪我们去当兵这样，陪我们去当兵，对，陪我们去当兵。然后我们应该会在最后要这个休团的时候，会再办一个巡回这样子。应该啦，应该，应该还是不能说，我是不是先说错了？干嘛讲出来？没有，我开玩笑的，应该是不会啊。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，如果不小心看到的话，就把麻烦大家一定要加入哦，再来一次啊，一定要加入哦，不然我们平头是绝对不会出现的，不会看到我们的。在当兵之前呢，就每天逛街这样。对，在当兵之前，我们还是会有一番作为啦，就是可能还会再有一个简单的企划，然后出现这样，那到时候就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麦当劳的大叔买一送一。对，那中午是79元这样。然后其实这张专辑 From Zero to Hero From Hero to Zero 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跟背后的想法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就是水哥乐团这几年来从未成年到快30岁，啊，我要过五就直接45路了，对，然后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事情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我们也希望一直就是以你身边看到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在你身边陪伴你的音乐，一直以这个主轴继续努力下去，这样子。那希望大家呢也要继续的多多支持我。对，下一首歌呢，这首歌叫《Behind the Light》。在光线背后的故事，对，现在我们是在光线下面，不过我们一直觉得其实在台湾做独立音乐就是